哎，房东先生，你还好吧？哎，生病有什么好啊？哎，这罗小姐不晓得我生病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好，不知道最好，要不然的话，她会很心痛，她会吃不下，睡不着的，哎。快。啊。会了，他一定会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不要让他知道才好。我老实说呀，哎，我不愿意让他担心呐，吃这种苦啊。我宁愿牺牲我自己呀，我不愿意让他担心呐，哎，这伟大的情操啊。我们一定会的。啊，护士小姐，我们房东先生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？哎，你不会不知道他生什么病吧？王先生，怎么了？脖子，不要紧，他的病啊是慢性肠胃炎，说严重嘛也不严重，那说不严重嘛也蛮严重的，就像这样子啦，随时嘛要有人嘛喂喂他果汁啦，然后帮他盖盖被子啦，也就是说啊，随时要有人注意他的饮食起居。哦，这样子，那有你在就没问题了嘛。啊，不，我一天啊只来一个小时。为什么你一天只来一个小时啊？哎，因为我啊。哎，这个，因为他很忙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让我自己想办法好了。哎，其实。你们真的是不要让罗小姐知道，虽然呢她来照顾我是比较最合适的，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让她知道啊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她知道的。啊，阿姨，我们可乖点了。好了，哎，房东先生的年龄这么大，生个病都没有人照顾她，真的好可怜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难过。漂亮阿姨啊，我可不可以先喝碗汽水再难过啊？可以了，你赶快喝，来喝。不过啊，等你爸爸的年龄像房东伯伯一样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孝顺他哦。不要。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就要好好的孝顺我爸爸。对，宝弟最乖了。来，干啥？房东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又生病，我想回去陪他几天，照顾他一下。贾先生，你太伟大了。是啊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，也愿意照顾别人，那真的太伟大了。爸爸妈妈也是一个人呢，我们什么时候搬去照顾他？把电脑搬来干什么？我准备啊，搬上来陪你住几天。啊？哎，对，我问你，这罗小姐，她知不知道我病得很厉害呀？应该不知道，你放心了，我们既然答应帮你保守秘密，就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真的没有告诉她呀？真的。哎呦，怎么全世界最后最守信用的几个人都住到我这儿来了呢？哎，王先生。早餐马上就来了。方东先生，你还好吧？好的不得了，这还有花啊！对啊，这样吧，这早餐，哎，你的。哎呀，
你们怎么这么恨我？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？你们这么虐待我，给我吃这个呀？哎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查过电脑，电脑说啊，像你这种病情啊，要吃一点清淡的东西，要不然的话病情会恶化的。对啊。哎，哦，这样子。嗯。那可是那份早餐是贾轩的。哎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不要让我看见，你们拿到外面去吃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你们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关于这个，罗小姐她……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。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们大家住在一起，想瞒着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是说，如果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不妨啊，就告诉她说，我现在病得很重嘛。啊，不难不难，我们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嗯。哎呦。这样下去，我病不死，我恐怕要饿死嘞。叫两吃盐，两吃盐。哎，汤匙呢？哎呀，汤匙啊，汤匙你在哪里呢？来喽！哈哈，就在这里哟、哦。哎呦，你都在这里哟、哦，看我找不找来了。味道好，好香，我的炖鸡啊，来，尝尝看，好不好喝？好，好啊，咸呢？咸啊！哎，哎呀，啊！怎么这样子呢？我这字不是写到两吃啊？哎呀，他那个是小吃，不是这种汤匙吧？啊！哎，哎，没有关系了，我把它改成盐水鸡就好了。这样，哎。哎，嗯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，好不好？什么事？晚上你帮我把宝弟送去给方面，好不好？把宝弟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照顾大房东，所以我没有时间照顾宝弟。没有关系嘛，我跟林好可以照顾他呀。因为，因为你怕我们辛苦是吧？对对对。没有关系啦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可以啦。是因为，你说实话嘛。因为方明一个人住好可怜，所以想把宝弟送去陪他住两天。那你知道我干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拒绝你，对不对？上辈子一定是个倒霉蛋，所以我这辈子才遇到你。车来的，谁带你来的？车阳阿姨啊。啊？嘿，我回来了。嗯。哎，贾先是不是还在楼上啊？对啊。他晚上吃了没有啊？我有带吃的东西回来。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他肚子一定饿了，我们一起去帮他。你这个去吧，可是每次都是你帮他，我就是不懂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去帮他，我这么卖力帮他是为什么呢？我要去洗澡了，你要帮他，你这个是帮他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帮他？因为我不介意在家里面。有道理哦。好香啊！当然啊，这个肉粽里面啊有香菇、牛肉，还有花生跟蛋黄。
这个三明治里面还有火腿跟荷包蛋哦。哎呀，你不要说了，你让我尝一口，我就知道了嘛。来来来，不可以啊！护士走的时候有交代，医生说啊，你这个病还要两三天才会好哎。啊，这啊，对了，我这两三年都没下楼了，这罗小姐难道不起疑心呐？哎，你安心养病啊，不要想那么多嘛。哦，可是我，你不是说你不来？我忘了我这炖鸡啊，反正我们俩也吃不完呢，不给小贤吃还不是一样喂狗。谢谢你啊，宝弟住过去还好吧？很好啊，他们母子在一块很快乐啊。该睡了，宝弟，别闹了好不好？睡觉。宝弟。可是我爸爸睡的时候都没有关系，他也会陪我玩。我工作一天很累了，我哪有精神陪你玩啊？你再这样，妈妈要生气了。快睡。是的，不是刚把他送回去，又为什么现在把他接回来呢？不是我要接他，是我前夫把他送来了，我不能不要啊。哎，那就奇怪了，他想要孩子留在身边都来不及，为什么要把孩子往你这边送？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？对呀，难怪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哎，你知道。每次宝弟到我那儿去，到最后都弄得不太高兴。哎呀，会不会是他故意要让宝弟讨厌我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不会输给他的。啊！哎呀！先生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闷得慌啊！我想到外头来，看看报。哎呦！那你为什么不叫小贤帮你拿呢？哎呦，他呀，哎，脑子里头一进了电脑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谁能够指使得动他呀？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我们有空的时候还是要上来看一看。
房东先生，我们扶你回房间休息哈。哎，好。休息。哎呦，病还真不轻啊。哎呦，谢谢你们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呦！你们想把大黄蛋带去哪里啊？带去哪里？带回这里了。连照顾病人都把他拉跑去的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跟我们对不起做什么？对不起。哎呀！李先生，我买回来的，我买回来的。房东先生，你买这个做什么？你又不能吃。这我……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爱心所感动，所以特别买回来慰劳我们的。是因为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这样子，那我们大家赶快吃吧，免得咱们都不好吃了。来，好香啊！老弟，妈妈是怎么说的？吃东西不能出声音，怎么搞的？你看，吃的满嘴都是的。爸爸都好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，怎么高兴怎么吃呢？睡觉好不好？宝弟，我叫你洗手，你怎么又玩水呢？你好，你尽量玩，没关系，你高兴就好，我无所谓。该睡了，好吧，你想玩就玩，玩累了再睡。不要伤我眼睛！你要放我的电脑干什么？小心啊！你们干嘛把我的电脑从楼上搬下来吗？那你把电脑放在上面是做什么呢？我可以一边照顾大房东，一边做城市设计啊。是吗？我可以一边做城市设计，一边照顾大房东。是吗？好吧，这次原谅你，下次再被我抓到你没有照顾大房东，哈哈，你就没得玩了。好，那你们再把我搬上去吧。你自己搬。哦。你吃过午饭没有啊？午饭？我想想看。你还要想啊？好像还没有。那你先去吃饭，帮照顾大房东的事情啊，我们帮你去。你去。为什么我去？每次都你我去，你去。好嘛，我去就我去。喂，宝弟啊，对啊，我是漂亮阿姨。啊，你等一下哈，电话。谢谢。喂，宝弟啊，在妈妈那边好不好？我马上过来。
钱豪，你怎么来了？对啊，我逛就逛得好累，我想着进来休息一下。哎，好啊，来，请进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啊，请坐。谢谢。来，喝杯茶。好，谢谢你。林毅，谢谢你送宝弟回来。哪里，不要客气嘛。你坐会儿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我去工作去了。好。哎，你干嘛一直老盯着看着我啊？要不然我要看哪边啊？我管你看哪边呢、啊？进去。哎呦，我追他很久，他根本没有问题嘛。真的吗？我在想哦，其中一定有问题。不会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不会的了。你想我真的是有毛病啊，哎，要不然我病了这么几天，每天都有护士来陪着我，这怎么会是装的呢？你刚说什么？我，哎，你们刚才又在说什么？我没说他前妻的问题啊，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哎呀，我也是在胡说八道，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把握住今天。没有好，医生说我病得很严重，要我多走动走动啊，复原的再快一点。这样子，那你慢慢走喽。哎，好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想你，哎哎哎，哎。好啦，我没有好啊，这医生说我病得很严重啊，哎，让我多出来走动走动啊，复原的可以快一点了。哦，哎，啊，那你慢慢走哈。哎，好，那好，好，哎，哎呦，这儿，哎，哎，哎，房东先生，啊，哎，不，啊，哦。我病还没好，很严重。医生说呀，让我多走动走动，这复原的可以快一点。哦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好。我看看，我还是早点上楼吧。这万一让罗小姐知道我生病了，这不大好啊。没关系了。什么没有关系啊？万一真的让她知道了，她会替我担心的。哎，哎呦，她不会知道的啦。啊，她这两天出差啊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回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先生，方东先生，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失算了。你不躺了？啊，这女主角都不在了，我这男主角还演什么呢？那还需不需要我这位女配角呢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对对对，哎，你来了这个三天啊。三天，300块给你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对了，还有这些器材，赶快退还给人家，把这钱拿回来，我要大吃一顿呢。
哎，拜托小心点，不要碰坏了，我要花钱赔的。嗯。哎，李先生呐、啊，已经59分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呦，你们这年轻人做事怎么这个样子呢？这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啊！可是，没话说了吧？嗨，虽然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临时演员呢、啊，可是呢，我要是花钱请你来帮忙，你一定要坚守你的本分，做好。罗小姐，这花跟这水果不是送给我的？你不是得了肠胃炎吗？你不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吗？你不是大鱼大肉都不能吃的吗？我，你不是出差去了吗？不好笑。哎，还在那干嘛？走。哦。哎，开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当然。你可以走了。等一下啊，超过2分钟了，你看看，再加100块。什么？还要加100块啊？对啊，超过2分钟了，拿来。你真是好不厉害呀、啊！他这帮装病害得我没几天吃完。罗姐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装病的又来了。罗小姐，我想，请你听我解释一下。需要听解释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啊，妈，你说嘛，你为什么要装病呢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的感情？你说。你装病一定很辛苦啊。是很辛苦，所以我想请你们大家原谅了。对嘛，你们就原谅他嘛。其实他装病这几天啊，我们不是过得很愉快吗？没有人烦我们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们搞错还对，他装病你最辛苦哎，我们大家是替你打抱不平哎，你还这么替他说话，你不搞错啊你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以后还要相处吗？这件事情就算了，反正房东先生也没什么恶意。是，还是罗小姐最了解我了，我这个人是宅心仁厚，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电话，你接，我。对呀、啊。喂。好，你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，宝弟啊，什么事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。怎么了？宝弟说，方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、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明明看到是好好的、啊，我还是去一下好了。哎，别搞，我跟你快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嘛？回来再说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对，你赶快去吧，这里没事了。你也赶快回去吧，继续装病啊。我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嗯，你开门。爸爸。宝弟，乖。方美，你个房间怎么这么乱啊？还有，你怎么在吃生力面？你怎么不吃泡面的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是宝弟他的。宝弟。没关系，打了就打了嘛，我无所谓。你是不是真的脑筋有问题啊？谁说的？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么做都没有人说你发神经，我这么做就不对了？对呀、啊，贾静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嘛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学他？你以为我喜欢啊？还不是因为宝弟喜欢他爸爸，我想拉拢宝弟，所以都学他嘛。难道我这么做错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没有弄清楚就。没关系了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天虹，真的没事啊？他都说没事了，我还能说有事？大房东走了，
你不怪他，只好让他走了。嘿，就是说嘛，我看啊，他现在八成在楼上偷笑叫，嘿嘿嘿嘿，还愉快得很呢。哎呦，我现在真的跑厕所，哎呀，跑了八次了，哎呦，谁呀？金金呐，哎呀，王东先生，我昨天啊来照顾你的时候，忘了把我小说带回去，我来找一下哈。哦，哎，好。嘿，在这里。哎，王东先生，你也看我的小说啊？哎呦。我的小说有这么难看啊？哎呦！好，你不要哎呦了嘛，我带回去就是了嘛。哎呀，哎呀！哎，房东先生啊，你又怎么了？我这次真的是得了这肠胃炎了，病得好重啊。哦。哎呀。可是我看你装的一点都不像哎，你连道具跟护士都没有哎。哎呀，不。不，我这次是真的是病了，哎，前些日子，都吃你们给我送的那个青州小菜，最近呢，我馋呐，我就吃了大鱼大肉，哎，这肚子不能适应啊，这一下子我就，哎呦，肠胃炎真的好厉害，哎呦，我现在，要，第九次了，哎呦。宝弟，爸，其实不用这么早送他回来嘛，可以多住两天的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可是他迫不及待的要回来。还没有呢。没有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再回去。不要啦。你家里还那么乱吗？没有了，我不应该笨到要去学的。其实你本来就比我好。我只是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个性，就像。我不可能跟你一样，你也不可能永远跟我一样。那我走了。把握住今天，不必等待明天。罗二姐，真巧，有你封信。哦，谢谢。是你朋友来的。哎，男朋友啊？啊，不是，是我儿子。啊？哎，你看我儿子的相片，可爱不可爱？可爱。好棒啊！我要接他来这边玩几天。哦。小吉。你就是小吉啊？嗯。妈妈。好乖呀、啊，来坐，好漂亮。我看你在说梦话，那不可能的嘛。哎呦，真的，骗你是小狗哎。那就是我没睡醒。哎，罗大姐好可怜哦。你相信啊？你相信她说的？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。罗大姐一本正经的，怎么可能在外面偷养小孩呢？不可思议嘛，无聊。哎，我真的看见他小孩的照片了，他给我的时候，你看我儿子的照片可爱不可爱？我知道，一定是罗大姐年轻的时候啊，被人家骗了，然后被人家遗弃了。哎，说起来，真是可怜、可悲、可叹啊！也不知道是哪个没有良心的男人这样对他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安慰以及鼓励罗大姐。嗯，可怜的是我哟。
哎，他枉费了我一片真情啊，让我这哎。罗大姐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怎么可以？他辜负了我一片真心呢。是他的感情被骗了。哎，好了吧，你们两位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那万一被罗大姐听到，那还得了啊？哎，其实他呀，用不着瞒着我们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想我会原谅他，我会包容他，我也会容忍的。喂，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哈，佳青啊，电话，快点哦。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？他拿我们这些人都当外人，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说，哎，实在是没有良心。喂，哎，好好好，待会儿见。哎。哎，你这人也真是，走到哪里就不会忘你的电脑程式啊。于主任，哎，我给你介绍，他就是我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跟我提起来过，他是你以前的。以前过去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们现在是朋友。哎，对，我叫于杰，我是方美的新同事。你好，是主任。哎，既然大家有缘在一起工作，就别提什么主任了、秘书啊、经理了，不分阶级，不分你我，这样子工作起来才能够突破许多工作上面的障碍，对不对？您贵姓啊？哎，我姓贾，贾先生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。哎，对对对，对不起。哎，请坐。哎，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。我到每一个新环境都能够很快的就进入状况，把一切呀、啊、都纳在我的掌握控制之下。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张不算小的书桌，那么你走路的时候行动啊就很容易会碰到身体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小心一点走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把它锯掉。当我们有能力呀、啊、去改变一个环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迁就那个环境。那如果改变不了呢？如果改变不了，哎，我还从来没有遭遇过。主任，于主任是才从南部的分公司调上来的，因为宿舍正在整修当中。哦，那就到我那边去住几天好了，如果你不嫌挤的话。哎，不嫌挤，不嫌挤。嗨，贾先生，你这么客气。只要你答应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找房子也真是不容易。嗯。不过委屈于主任，在他那狗窝委屈几天了。您说这话太客气了，一点也不委屈啊，我感谢都来不及啊。哎，不过我的房间不大，东西倒是不少。哦，希望你不要因为嫌小把我的电脑给锯掉了。啊啊！贾先生，你说话真会开玩笑。哎，你刚才提到电脑。对啊，你也喜欢研究电脑啊？我是说那个程式设计的。真的？哎，哎呀，我也喜欢研究电脑啊，我们是同好。介绍了半天，重点你没提到。他很排斥电脑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这个生活环境跟电脑那是息息相关的呀，太重要了。这是你设计的程式啊？哎，设计得很好，我很喜欢。现在生活呀，如果不懂电脑，那就是井底之蛙呀，是现代社会上头的文盲，那是白痴。哎，你们聊聊，我还去处理别的事情。哎，你忙，你忙。这个电脑啊，虽然是个机器，有的时候它也挺人性化的。对对对，说得不错。完全正确啊，就是了。哎，下午麻烦你来接于主任。好。我呀，我是个电脑迷啊。我呀，宁可跟电脑玩各式各样的游戏，我也不太愿意跟我太太玩了。真的。是我的家啦。
我们那有个小宝弟，可是啊，他还没有放学回来，所以家里还很清静。嗯，来坐。他快回来了，等他回来啊，你就可以跟他玩，你就不寂寞了，好不好？我回房间，你放一下啊。嗯。今天为啥不乖？乖。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，带你吃晚饭啊。啊。哎，现在几点？长针到几啊？十。那短针呢？四啊，五。啊。哎，谁接你回来的？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妈妈。妈妈？妈在哪边？你只要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她在换衣服。哎。你是宝弟，宝弟还没回来啊？你不是宝弟，我叫小鸡。你不是宝弟，干嘛叫我爸爸？害我现在没快下车，我有宝弟的变形了、啊。你是小鸡，你从哪里来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哎，你不可以动我电脑。妈妈。啊？哎，喂。哦，我忘了。他说他不是爸爸，不要乱叫了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妈，宝弟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宝弟，哎，糟糕，娜姐，麻烦你帮我接下宝弟，我还有事啊。好，我也要去，妈，我也要去接宝弟。好。哎，他是？他不是我儿子啦，他是我认养的。哦，那好，那还好，再见啊。哎，你没跟叔叔说再见呐、啊？小孩子嘴巴要甜，人家才会喜欢呢。啊，知不知道？那、哎、不要叫，老爷爷。叫我。嗯。妈，我没有叫错吧？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我的爸爸。乖。哎呦，怎么住在这儿人都这么不可爱的？妈妈住今天。罗小姐叫妈，管我呢叫老爷爷，我真的这么老？太过分了。哎，20年前的照片跟现在我实在是看不出哪点不一样，除了头发少了一点。哎呦，岁月不饶人呐。我说啊，做母亲真
真辛苦，罗大姐你真有福气哎，不必忍受徐月怀胎的煎熬，就可以做县城的妈妈。小姐，你应该回答真好哦。不是你在厕所啊？是。主任，你刚已经说过了。对。那对啊，那你们还要我说什么？哎，你前妻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他的主任跟你更没有关系，你也把他给带回来。你们跟我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可是付了房租的耶。是是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自从搬进来以后啊，就三天两头的出状况，从一开始的马桶堵塞不通，浴室有蟑螂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不提了。你父亲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在帮着你啊？哎，那个时候睡不好也就罢了，后来还要我们搬房子，拆房子。那不是我啊。那不是他，是李大哥啊。哎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回来睡。他跟我睡。你废话，难道跟我们睡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多了一个陌生人，大家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总是不好嘛。对。哎，不会很久的啦，等方美公司宿舍一修好啊，他就走。我看顶多是一个礼拜，请各位多委屈一些，多担待一下。真的，一修好他就走掉了。他人很好啊，而且很有学问，讲话很风趣。然后呢，他很好相处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他生活很有规律，一定不会妨碍你们的，真的。他结婚了吗？未婚。可以考虑。爱情没什么道理，你我都无法逃避，只是你有你的世界，我有我的天地。时间没什么一定，誓言都无法相信，只是命运总是注定，宿命还是宿命。于是深情本身就是一出悲剧，只是你习不习惯这样的结局。还是每个故事你都要用哭泣做结束，然后才会懂得现实中永恒只是传奇。有一天我遇上你，我发现这些都是真的，我还是用受伤来学习，用深情演出这场悲剧。